最近一啲嘅行動啦，你都作出一啲嘅講話啦，講講嗰啲原因嘅。其實今年都見到標準流浪咧都幾積極㗎，即係又有買啲商廈啦，起啲強嘅宿舍啦，有升嘅會歌啦，咁啊球隊嘅軍容咧今屆亦都幾齊整。我都睇嚟希望今屆咧藉住比較團結嘅氣氛啊，可以做出更加好嘅成績啊。咁啊，唔單止標準流浪啦，咁啊，其實我哋睇到今屆啦嚇，咁啊好多支球隊啦嚇，都喺唔同方面咧都希望可以強化一啲。如果我哋香港嘅足球咧可以啊一人出一分力啦，或者咁講啊，相信啊嚟緊我哋嘅希望或者我哋嘅未來咧應該一片光明嘅。哇！見到啲大導演啊坐喺台上面啊觀戰啊，我哋嘅港甲頻道方面一啲嘅高級導演啊。咁啊，至於看台上面嘅今日都有好多咧，就係啲球員嘅家眷啦，今日都有嚟到咧係捧場嘅。咁啊，其中亦都有咧見到話咩FC香港咧位咧就係受緊傷嘅新外援咧原田慎太郎咧，其實之前都見過佢嘅。個今屆咧就好清一色地啦，咁啊都係日本同埋韓國嘅外援啊，橫濱FC香港。主要以呢兩個國家嘅球嘅外援咧，就係為主。咁上屆一啲咧就嚟自前南沙夫地帶嘅球員咧就走咗啦。咁包括啊美亞啦，呢中堅啦，中場嘅美高啦，呢啲啊離咗隊嘅啦。咁所以其實今年再加埋咧就係羅振邦啊升咗做呢個助教啦，加埋嗰個陳兆君啦、羅廣威啦，咁啊後防方面嘅梁國威啦等等，全部都離咗隊。咁啊上屆一啲好多嘅正選咧，其實都已經有幾大嘅變化。咁啊，即係咪正正因為咁啦，咁啊變咗暫時咧喺呢場賽事裏邊咧，見到橫濱 FC 喺上半場嗰個發揮咧，就未算係好理想嘅。咁啊，希望就下半場經過嚇喺更衣室入邊一啲叫做咁啊指示啦嚇，咁喺整體嗰個係表現咧可以有所改變啊。下半場嘅比賽隨即會展開啦，咁繼續歡迎大家收睇呢場咧係 Red Mister 紅人派對香港甲組足球聯賽，屬於係第二週嘅比賽啊。咁其實咧就港甲開咗呢之後咧，感覺就都幾多波入喎今屆。咁啊，尋日嗰場比賽如果大家有睇咧，都應該睇得如痴如醉啦。咁啊，講緊我哋咧就係都有直播嘅太陽飛馬對南華製造咗八個入波啊。咁啊，普遍感覺今屆咧港甲咧就入球率都相當高。咁啊，作為球迷嘅角度就真係絕對希望啦，坐喺現場好或者電視機旁咧，比賽就可以多啲波入噶。好啦，下半場嘅比賽都展開咗噶啦。白衫藍褲熒光幕左攻右嘅就係作客嘅橫濱 FC， 黃衫黃褲就係咧領前緊二比一嘅標準流浪。丹尼爾李球波 set 得靚噶啦，沿住右路一路咧揾人俾嘅卓耀國，哎呀！但係俾到史立力走過籠啊！李球波咧，其實如果個波俾得到位嘅話，呢、這個反擊。咁啊，即係成個過程咧，都可以話相當之流暢。喂，同埋都幾多人曬入禁區啊！當時咁呢邊羅曉聰咧，亦都係犯咗規，球證咧吹罰。我嗱嗱聲啊，即刻快開啦！俾翻喺中間咧，就吉武剛、陳春樂再轉過嚟。我嘗試咧走過嚟咧，就邊度方面李樹陽嘅出擊。嗱，摩西斯亦都夠硬淨。咁啊，摩西斯啊有個靚嘅罰球入咗啦。今日防守亦都咧就係四平八穩。我叫啲隊友近啲先。米路斯納域咧，暫時就入咗嚟就唔係太多波點，但係見到佢條個身形咧，就略為好似係發福咗少少。可能咧就係經過一輪啦，係太有系統性嘅訓練啦。而家個狀態可能爭啲。好，兩個波俾到落嚟嘅機會嚟㗎，入咗禁區，卓耀國起尾都腳。我想話咧 ，cheap 喎呢個波，可能咧選擇柔啲嘅射法，咁就俾對方嘅方柏倫啦埋嚟刪到，咪將個波咧刪出底線。劉松偉呢球波都俾得靚嘅啦，其實啦，啱啱算係劏穿咗條防線，但係卓耀國第一下咧攞個波嘅時候咧，佢冇推離腳，推得比較黐腳，就變咗你要整多腳修正咧，令到方柏倫有時間咧埋嚟咧係做個阻截嘅啫。呢個波如果第一下已經係推離身咧，方柏倫如果落腳啊，隨時又整多十二碼都唔出奇嘅。咁啊，角球就慢慢嚟啦，見到都係馬其士去處理嘅。即係話我哋上半場都提過啦，一啲反擊好啦，一啲進攻嘅過程咧，即係確確見到標準流浪咧嗰個系統咧係演繹得比較好㗎。Rambo 啦，列卡道教練咧亦都不嬲係有一定嘅成績支持，因為之前執教嗰個能力。好，頭場入到埋去啦，呢次咧就係中堅方面嘅杜馬斯，但係頂得個波咧就一般啲啦。我吞住嚟頂啦，都頂得辛苦些少。28歲嘅中堅。同樣地咧，標準流浪喺呢一兩季咧外援亦都轉得多，
再睇又係馬其士啊，斬埋嚟，同馬斯褪後少少嚟頂啦，入咗個波底。個場界好似係飄出流浪一啲嘅外籍球員啦，貴族嚟到嘅早年奴啦，咁啊貴初方面嘅薩斯啦，咁啊等等咧都已經係離曬隊嘅。我哋睇呢邊有如何？喂，七橫呢個波麻麻地啫噃，但個波咧踢得唔算太遠啊，卓耀國啦翻翻轉頭啦，再追翻，俾到埋中間馬其士，但鬥上嚟俾唔到自己有呢邊方柏倫啊教佢長炮，斬上嚟都過唔到咧就係羅曉聰，轉方向啦，嗱此次右手邊咧殺上嚟噶。睇下俾唔俾到李樹陽呢邊，嗱繼續咧左手邊咧就係去，哇呢腳比啊麻麻地喎，哇陳俊樂咧俾上嚟嘅時間咧係大力咗，個福田健二咧亦都追唔翻啊呢個波，咪始終就福田健二好啦，咁啊吉武光啊更加係啊年紀都真係比較大啦，吉武光冇記錯36歲嘅。變咗下踢呢條搏懵波，或者搏去前面要你跑，咁啊對方後衞失位，咁嗰種踢法咧，對於啲年紀大嘅球員嚟講咧，燒唔到幾多啊，燒唔到幾耐嘅啫啲油。希望就啊，可唔可以利用到吉武光同埋福田健二咧，係嗰啲經驗同埋技術，其他一啲啊年青球員配合到。但如果調翻轉頭要佢哋走咧，就唔係上算嘅。呢球波就到吉武光心急㗎，哎呀，有啲論盡啊！但論盡得嚟咧，啲啊見到李恒梅都可以回到身，趕得切就踢翻過嚟。好啦，有個反擊機會，陳俊樂想去噶啦，但係阿劉松偉呢下快一步，但係球證呢個時間咧，其實已經係吹罰咗咧，華賓 FC 嗰邊噶啦。喂，陳俊樂，中場亦都走上走落啦，但係年紀啊，畢竟係細嘅，我僅僅17歲仔。喂，華賓 FC 香港陣中啊，就係算係真係好年青。好啦，方柏倫頂贏咗，咁跟住梁冠聰佢再搏多腳。其實兩路的側擊就期待可以做得更加好，因為歐聰啦，個人嘅質素都具備。睇呢下吉武光啦，回後，佢呢下就係歐聰嘅回後啦，俾上嚟。但係羅曉聰咧亦都食咗梁冠聰嘅身位啦，踢翻出橫邊界外。咁啊，兩路嘅側擊其實兩個球員都有一定嘅質素。咁啊，歐聰啦，加埋咧就係梁子成。但係問題咧，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做得係更加理想。可以多啲啊，兩路方面都去到下波。即係相對嚟講，就希望嚇喺個組織上方面咧，係華賓 FC 可以係強化一啲嘅。否則嘅話，暫時你哋見到，我哋見到咧係標準流浪咧防線，即係好幾名球員啊，唔好講三個外援啦，係阿盧斯安奴、杜馬斯，同埋咧係摩西斯啦，甚至乎羅曉聰，見到今日咧佢個右閘位都冇一點失位。所以話你話，如果唔係有啲即係高難度啲或者要求咪壓力大啲嘅一啲係組織性嘅打法咧，其實你真係靠啲亂打亂撞嘅波埋搏對方失位，即係叫做係即係大意嘅啫。好啦，羅曉聰都走上嚟啦，這個界球丹尼爾塔同李恆會鬥得，結果撞翻落嚟呢邊都唔諗太多啦，一腳解圍。咁當然啦，呢邊嘅盧斯安奴亦都係順勢啊，咁啊壓上去。中場的爭奪而家都未有邊隊要找到著數啊！但係呢下有機會找著數啦。林莫希一推有啲黐腳，第二下就甩腳，最第三下咧亦都近心急埋添，咪嘥咗。喂，成呢個波小柳都俾得幾靚啊！咪執落嚟啊嘛，但係我識林莫希啊，最緊要嗰一步都推得大力咗，冇計。咁啊搞到 Van Bo 咧都其實喺場邊睇得幾緊張，咪不嬲佢都緊張教頭嚟㗎啦，喺場邊咧動作又多多。咁亦都咧就係好多古怪嘅表情。林學希今年亦都同啊標準流浪啊簽咗一份新嘅合約。咁啊，只佢啦，美魯斯鬧壁，亦都其實好多嘅本地球會對佢有興趣嘅。但結果繼續留翻低喺標準流浪呢邊咧效力。但暫時感覺咧就今日似乎就未係好上力住啊，個狀態就一般嘅。又話佢係美魯斯鬧壁，俾佢後邊波西斯。俾翻門將梁興傑，個感覺咧就話翻 FC 香港個踢法嘅變化咧就唔算好大嘅。後半場出到嚟之後咧冇乜太大嘅改變。呢邊又係佢啦，美魯斯鬧壁，我介紹埋一位新嘅同鄉添，艾允啦，係過到嚟。艾允啦，今日就坐後備嘅，其實有份，係一位中堅球員。曼聯歐強啊，呢下林學希嘅犯規。呢邊嗱嗱聲咯，吉武光其實有啲感覺佢都墮後咗少少，褪後少少咧，幫手做下組織。
睇下會唔會反而而家歐聰有多啲機會可以入射下啦。哎呀，控嘅時候麻麻地喎呢球。哎呀，呢、這個波咧長啊，學氣啊轉到身嘅，或者球證可以俾得益，但係吹翻轉頭就話咧就係喺摩西斯嗰度嘅時間咧，一冇光影犯規啦。哎呀，仲要被罰添。睇嚟而家右手右腳噶。咁啊，其實呢球波咧真係啦，如果俾啊呢個咧係得益咧仲好。嗱，好明顯啦，只腳拉唔到，跟住隻手咧好明顯係想阻個波啊。誒，對方係踢賽時換場嘅。羅耀聰的的確確係成熟咗啊！呢球波係一個假動作，跟住再執俾馬其士，其實靚嘅。只不過咧係啊，再喺前場攞波，我哋見到呢邊咧，咁啊劉松偉係俾對方啊嚼咗腳嘅，應該有碰撞㗎，但可能咁啊執法球證認為當時大家就五五波，對方唔係全心就嚼佢。但係見到劉松偉咧個表情都幾痛楚下㗎，睇下有冇慢鏡就啊睇睇到底發生過咩事啦。當時啊，的確係對方從後咧殺上嚟，可能係一啲叫硬傷啦。嗱，呢個角度睇下睇唔睇到啦。馬其斯，哦，原來咁樣啊，俾到啊醒喎呢下，李恆匯眼尾睄到劉同偉上去咧，即刻擔住個位。我之前因為李健嘅受傷咧，已經換咗一個人噶啦，標準流浪。啊，標準流浪方面啊，佢將個波咧俾翻係橫濱 FC 香港啊，抌界外球。個堅持李志堅，隔離亦都有咧，就阿羅振邦啦。今年都做咗球隊嘅助教，咪幫幫手，咪幫幫堅持咧，就係做啲訓練。李恆匯今日就移咗埋中間啊，踢中堅嘅。咪不嬲，佢其實就右腳比較好啲。咁啊，之前喺晨曦咧，亦都係可以話半客串啦，半推半走啦，打個左閘位。當然佢亦都本身咧打中堅亦都冇問題。又有靠佢啦，阿馬其士。一位31歲的巴西外援，基本上球隊咧咩嘅死球都靠佢炮製咁製噶啦。咁雖然話身材都高大，但就揾佢咧就處理啲死球。馬其士得埋嚟，頭槌亦都批到啊上嚟嘅盧斯安奴，但批個波批得薄咗少少。雖然升起佢啊頂啊頂啊，佢啊升得比較高，但批得薄咧，結果波亦都高出咗。但係呢下咧係個死球嘅進攻過程裏邊咧都有啲組織嘅。馬其士開呢個波嗰陣咧，我哋發覺咧，當時喺禁區入邊一啲標準流浪嘅球員都有啲行動嘅，有球員拉前柱，盧昌奴仔後少少係涉埋嗰個位嗰度，不過同樣啦，當時橫濱 FC 嘅球員咧都叫做喺防守方面追人追得比較緊。好啦，又有一下比較魯莽嘅攔截嚇，呢下就冇收腳嘅，所以梁冠聰睇嚟呢邊牌咧，球證亦都係好肯定咁係啊俾咗出嚟㗎啦，睇下梁冠聰再辣落去。呢下都好明顯啦，辣正咗啦，係卓耀國，傷害性應該唔係好大嘅，踢下踢到噶啦，咁啊球證俾咗牌都可以起得身噶啦喎。我已經係第三位咧被警告嘅華彬斯香港嘅球員啦，卓耀國，今年啊佢都期望係有啲突破，咁啊有幾位嘅即係今屆嚟到標準流浪嘅新手咧可以留意一下。我頂橫啊呢、這個波，個結果就哎呀咁樣輸個角球喎，李樹陽啊頂橫啦，波最終出埋底線添。今年其實佢哋標準流浪方面咧，亦都有好似陳湛希啦，另外周卓峰啦，呢啲其實都比較即係上算係比較年青啲嘅球員啦，係嚟到，我再加埋咧，好似陳永剛啦，亦都咧係一個幾有能力嘅防中，今屆都加盟球隊，令到嗰個嘅板凳深度咧厚咗，人選都多咗好多嘅今年。好啦，美魯斯納域今次由佢炮製，德馬利咁啊升起，但係就。馬地和馬斯也頂不到，後面仲有卓耀國，話俾我哋第一時間就俾咗卓耀國睇，可以有啲時間出嘅，但係斬下嚟嘅波唔係太夠高啊！再嚟個繼續係卓耀國入埋禁區，咁鬥埋喺尾柱，個結果其實呢個波如果實正啲，立定主意咧，直頭抽埋佢咧，可能仲好，但勉強貪咧，結果個波亦都係貪得麻麻地。難度有啲啦，嗱，見到阿 Wembo 話都好緊張啊，一失咗球權，叫呢隊友快啲翻嚟逼。結果喺連番嘅搶逼嘅情況之下，丹尼爾呢下落腳咧都係有啲唔收腳嘅。雖然就好似係困到下個波，但係都係冇辦法啦。咁得嚟避開牌咧，呢啲危險動作球證都冇得留噶啦。結果啦，丹尼爾亦都係啊攞到一面黃牌。李樹陽應該都係冇乜大問題，困係困到嘅，但係唔算係一個即係全心係攞佢命嗰種，都係想攞波嘅。但係從後攔截啦嚇，亦都慢咗。如果真係嗨到落去李樹陽嗰度。好啦，比賽重新開始咗噶啦，歐聰一路攞影周圍望噶啦，個波食得唔好呢球波，
罗晓聪第一时间咁啊将个波执咗去前边，卓耀国又嚟啦，啊好嘢喎，你话过得靓，但系前边冇人帮，局就回翻后，再系俾翻罗晓聪再谂个计啦。中间马其士嗱呢个球员留意就喺中场做一个搏脚嘅工作，算唔错，咁啊算系几大路，亦都几淡定嗰种。好啦，呢球波有少左人前进之嫌噶，大球正认为个位摄得靓，所以就冇吹罚啦。好啦，想话嚟个快比，但系呢球波见到吉宝刚比完波之后咧，球正吹翻转头，原因就话佢比波嗰阵对方有犯规动作之余咧，亦都冇得益出现。我即刻要拨过嚟啦，我上次俾阿梁志成都带翻埋中间，都话你比说想俾福田建议啊，但系摩西斯啊顶翻出嚟，俾老师拿泳。落翻住再搏多腳，俾阿卓耀國執埋中間，唔錯喎呢下。好啦，試下面俾到啦，係左手邊，摩西斯上埋嚟。咁啊，前邊有林學熙，我對住呢邊係李船陽。再執呢個波嚟，俾得幾有心思喎，執落嚟啊，俾到摩西斯入埋嚟。啊，後邊再嚟俾老師話你踢唔到，唔緊要，仲有卓耀國啱啱射埋去啦，好彩後門口有人都解到圍。喂，然後呢下埋到去時間犯規，應該就李恆培啦，啱啱喺龍門口咧及時解到圍噶。其實要撐下啦，首先讚林學熙俾個波俾得好靚啊！兩個人啊當中穿到俾到摩西斯去，喂，然後卓耀國射得都唔曳噶啦，啱啱李恆培啦係護到空門咁解嘅啫。正正就講緊咧，係標準流浪。今日嗱呢啲叫有組織嘅進攻咧，好幾次嘅，有人走前柱，有人走後柱，亦都有人叫製造空位。最可惜就最後咧係卓耀國呢球波穩陣得滯啦嚇，諗住掃把腳，唔係過到龍門掂啦啩？點知啊喺穿井台喺後邊咧，仲有個李恆會咧爆翻個空門位。當然啦，好難要求太高噶啦，呢啲電光火石之間咧，你要啊卓耀國話喂再諗諗先射喎，可能啊失咗個先機都唔出奇。好啦，林海再去有少阻阻噶，咁李樹陽，但係李樹陽如果呢條心水清啲咧，其實最後嗰腳林海希啊推甩咗腳，好可惜啦。咁啊，但係有時打後衞都係冇後眼噶啦，再睇睇啦。嗱，佢唔落腳困咧，其實應該有隊友話包到個位嘅。不過但係呢波佢睇唔到後邊咩環境咧，焗住點都要伸只腳出去㗎啦。我都睇嚟咧，立定主意咧，就唔俾你繼續去㗎啦。因為再推埋過埋李樹陽咧，呢個波其實都幾危險。好啦，摩西斯，或者我波又頗高嘅，丹尼爾埋嚟擁一擁。林學熙又唔要啦，呢邊搶馬其士俾翻學熙，立路地對對方兩個刀喎。我再拍之後啦，波亦都出到橫邊。咁啊，橫濱 FC 香港嘅感覺就邊花就而家即刻咧準備換啦，李家耀啦入嚟啊！我將佢代替啦，下半場都幾靜嘅梁子成。我哋對於子成嗰條金場就有點失望啊，因為呢個球員本身嘅質素係具備，但今日講真唔算係踢得好突出。李家耀就好慣常噶啦，佢都係踢翻咧就係右手邊嘅位置，可能咧就阿歐聰咧個位置會有少少變化都唔定。球證反而俾咗咧，就係橫濱 FC 嘅界外球喎。但係呢個波睇嚟似係標準流浪波嘅，應該。我哋李樹陽咧谷上嚟抌。李家耀啊，正挨咗過嚟右邊嘅啦。嗱，福田二頭隨批，李家耀控落嚟。嗱，即刻又見到盧斯安奴都到嘅，埋嚟一腳長攬多步，俾上嚟一波仲未出界，啲丹尼爾都再去，個波仲未完全都出曬界嘅呢邊，繼續埋嚟鬥逼。不出之理下啦，球證係俾翻咧就標準流浪波。但睇到丹尼爾真係幾作得，夠曬硬淨啊！邊線以一敵二，繼續都俾佢去到。我仲要咧，繼續係標準流浪嘅波添。等下支杯，你話單打獨鬥咧，都真係要對住丹尼爾要小心啲啊！咪段段都仲有嘅，見到佢到打到呢個階段。好啦，摩西斯準備都處理呢個界外球噶啦，掟落底線啦，係啦，一對一等丹尼爾去搞啦。哇！呢下其實見到咧，梁洛恒呢下都拍埋都幾硬淨嘅嚇，都唔係踢波嘅，似乎就球證認為冇問題，都令到場邊啲球迷都有啲意外啊！直頭成分撞埋去，又唔係踢波，但係界外球咧就屬於係橫濱 FC 嘅啦。又有吹罰，你又到翻小柳啦，埋都係犯規。咪撞到咧就係阿魯迅嘅福田健二，哇！哎，埋嚟仲有啲推推撞撞咁啊！福田建議覺得咁樣都唔俾牌，有啲唔係太滿意。哇！埋嚟借啲耳啊，抽抽水，撞撞啊，小柳。唉，球證話你兩個都唔好嘈，摟就摟咗，你又唔好咁多嘢講。個結果啊，球證咧就有啲口頭警告了事啦。呢邊梁樂恆。其實今日橫濱 FC 香港都少有嘅，即係其實係一隊中堅都係本地球員嚟㗎。
喂，而家香港甲組嚟講都好少咁嘅情況噶啦，一隊中堅都係本土球員。好啦，斬上嚟，呢邊大家鬥去追，落到嚟底線，方柏倫啊傳埋嚟中間啊，過唔到啦，翻到嚟嘅杜馬斯。哇，橫濱 FC 香港感覺仲冇乜太大嘅變化，咁啊亦都下半場咧個改善唔係太大。咁啊望望後備席咧，除咗入咗嚟嘅李佳耀之外咧，亦都唔係太多進攻球員。嗱，呢個德華你啱啱咪兩門二個。波西斯後面快一步清走佢先啦，出隊仲有李樹陽，就翻埋中間，個小扭啦，唔好搞啦，一腳大腳啲啊，殘出界好，好過啦。李樹陽即刻抌過嚟，依波啲界外球當然就冇越位啦，立落嚟，哎呀，但係夠衝啊呢個波，咁樣咧就執埋嚟咧，真係又係麻麻地噃，仲要龍門口嘅時間有隊友犯規添，可以做好啲啊。其實歐衝呢個波可以啊，比得啊更加理想。其實呢球波睇下慢鏡再講啦，正如阿偉如所講啦，歐聰係可以做得好好多啊！呢個決定，當時個波喺度揼下揼下，其實佢可以早啲攞咗上腳先，就唔好俾佢好被動。等個波揼到去邊咧，我先諗住第一時間呃出去。可能佢又諗住得嘅，我就快啲傳出中間就費事攞。但係喺剪接之間咧，喺車都話猶豫或者個決定做得唔理想咧，就出現咗咁嘅效果啦。足球比賽往往都係㗎啦，一啲發揮得好嘅球員咧，往往作出啲決定咧都好似係醒啲。好啦，呢边左路嘅进攻，睇睇搞成点啦。即系摆埋中间，梁冠中话试下球远射又点啊？但系我呢球波咧就炒高晒。个梁冠中咧而家差唔多同阿陈俊乐咧两个打系双防中。咁啊个位置系有少许变化。嗱，梁冠聪啊不嬲左脚咧都 OK 嘅，但系呢个波咧就炒咗波底多啲。咁啊李嘉耀啊右边啦，嗱欧聪有啲入咗埋嚟中间打一个进攻中场咁嘅情况。吉武江咧就移一邊，左邊多咗少少，睇下咁樣咧就換換啲位，轉轉啦，會唔會有啲咩嘅辦法？再重視下呢個波咧，就最後嘅界外球係標準流浪嘅。嘅唔覺唔覺啊，咁啊見到咧劉松偉喺中場咧個作用咧，喺標準流浪嘅陣中咧都相當大。好幾下一啲叫做啊適當時間嘅攔截咧做得唔錯嘅，啲位都塞得相當係理想啲。佢就啱啱啦，瞓啊歐聰球波咧瞓得好準嘅。好啦，摩西斯大力，丹尼爾心口攞翻俾林浩希。好啦，俾林浩希執，哎呀大力啲可能好啲。不過其實方柏倫咧一早包咗入嚟嘅啦，但係解圍就唔遠嘅。劉松偉好嘢啊，呢球波快攞快俾啊，即刻就咁樣化解咗對方啲壓迫嘅啦。劉松偉再望，雖然係揩到對方，丹尼爾回翻後小心啊，美路史立維都驚驚地李行會隻鞋底餅嘅，所以就唔敢去到咁準。好啦，吉武江一路推一路望嘅啦。歐陽耀聰右手邊李佳耀俾唔俾？俾到，但係似乎慢曬啦喎，見到呢種流浪球員都差唔多翻到嚟咧，七七八八嘅啦。李佳耀唯有 cut 埋中間望望，再咧俾翻過嚟右手邊嘅歐陽耀聰，集定個馬斬埋去。但係呢啲波想揾著數唔係咁容易啦。出翻嚟後邊仲有啦，方柏倫立落嚟再推，呢個波但係咧最後尾過唔到啊！包到過嚟咧，仲有羅曉聰。好啦，定一定先啦。阿梁興傑咧當堂啦，慢慢嚟。哇！呢段時間大家都快搏咗一輪之後啦，阿梁興傑啦，慢慢。我頭先都再一次見到咧，就林學希咧，而家踢波即係個視野亦都唔同咗，同埋俾波能力都強咗。頭先個波咧，其實都俾得幾有心思啊，係力水方面爭些少。全程泰熙又斬上嚟，嗱啲高波斬上嚟咧，就未必太有作用。個福田建議對住對方嘅盧斯安道咧，未必有啲咩著數。嗱，呢個波睇落咧就似乎有啲估講下啦。嗱，反而俾牌就俾咗杜馬斯，但係睇落咧就對方其實咧印埋嚟噶呢下。睇落咧就揼埋嚟嗰下咧，李嘉耀咧有少少揼唔到對方添啊，反而摟咧就摟咗標準流浪，仲要俾牌係杜馬斯添。但係慢鏡睇翻嗱，杜馬斯老波骨嚟㗎，留意佢啲老波骨意思係嗱，佢踢完個波。凌空再發力印嗰下咧，其實都呢啲叫陰濕噶。當然李嘉耀咧，嗱佢就如果杜馬斯唔係啲老波骨咧，李嘉耀咧就可能抽到杜馬斯水。但係杜馬斯咧，佢明知你咁樣成棍飛埋嚟咧，佢凌空嗰下再印內嗰腳啊，呢下球證就睇得心水清。對翻呢邊，咦？留意下歐聰喎，嗱歐陽耀聰咧，佢嗰啲嘅。罰球咧有翻咁上下噶，上屆記得咧就踢南華對和富大埔咧都入過啲靚罰球。睇睇啦，睇你啦，睇下歐陽耀聰如何戳埋嚟個波，亦都中籠嘅，太正宗啦。同埋到佢亦都已經冇乜力，不過梁興傑都救起上嚟就唔係太難嘅呢個波。
但總算都係下半場咧，就橫滨 FC 香港比較少有中籠嘅埋門。丹尼爾，丹尼爾嚟到標準流浪咧，朝嗰個角色又同屯門有啲唔同啊。喺屯門咧就好多長波俾佢哨嘅，即係好多三四十碼嘅長傳球咧俾佢喺前面啊去到湧。但嚟到呢度咧，似乎就有啲唔同啦。我要多啲同其他有技術啦、有突破能力嘅球員咧去到配合。標準流浪咧雖然話已經作出啲變化，而家準備係再換嘅。呢邊梁興傑都醒啦，出到嚟禁區邊啊，係幫手接。可能見到啦，而家球隊需要多啲即係硬淨啲嘅防中啊，準備陳銘剛入嚟啦。睇埋頭先嘅慢鏡啦，戳埋去，實在咧比較係正中咗些少。好啦，呢下反擊機會，哦，又係卓越國啊，可以話浪費咗一次咧黃金機會，嘥咗啲啦，有。